恩典365，祝福你在这全新的一天里面享受神荣耀的同在。神的同在真的很重要，有神同在就有智慧，有神同在就有能力，有神同在就有勇敢的心，有神同在你就会得着好机会做上帝要你所做的事。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特别跟很多的姊妹们，跟很多的做妻子的、做妈妈的人分享一些圣经属灵的原则。同样的，我要提醒丈夫，如果你是个男人和我一样，不要拿着这几集所说的圣经的真理就说，你看你看你看，圣经里面讲的人家的才德妇人，你呀，你就是差这个，你就是不行这个。如果这样，我们恐怕就变成一个愚笨的男人，因为你这样说一点都不会让你的太太更有智慧，只是会让他说，那我就是这样，那怎么样呢？我偏要这样，那其实是造成更多的冲突。再说一遍，圣经的真理像一面镜子，不是拿来照别人的，是照自己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分享男人的属灵原则的时候，男人谦卑地说我需要，分享到女人的属灵原则的时候，女人在神面前承认说，主帮助我。然后呢，作为一个男人，当你看到这些有关于姊妹的教导的时候，祷告，为我的妈妈祷告，为我的妻子祷告，为我的女儿祷告，为我的姐妹们祷告，你相信吗？主会垂听你的祷告，带着属灵的权柄为你家中的姊妹们祷告，上帝会祝福他们个个都成为智慧的妇人。而一个智慧的妇人，在箴言31章里面讲到说，不只是她的丈夫，她的儿女，甚至说她的儿女都起来称赞她为有福，她的儿女都起来称赞她为有福，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，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，是啦，很多人的太太都很棒，但是唯独你超过一切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在她的丈夫心中说，你是最棒的，你是最棒的，你是最好的。这是多大的一个荣耀，尤其是照她这样说，她已经不但有结了婚，有丈夫，而且有孩子，恐怕也有点年龄了。然而她的丈夫不会说，我家里那个黄脸婆不怎么样啊，外面的别人的女人怎么样，而是说，不管外面的那些年轻的漂亮的如何，最好的就是我老婆。哇，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啊。我父母亲结婚50周年的时候，他们办金婚的礼拜，在那个金婚的礼拜里面，我的父亲自己讲到，他是新郎，因为那个感恩礼拜里面，我父母亲他们重新，我妈妈重新披白纱，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是在对日抗战的时候，所以他没有机会穿白纱。50年后，我父亲还他的一个心愿，让他穿白纱。然后我们家有8个兄弟姊妹，16个人。8对夫妻像伴郎伴娘一样牵着我妈妈出来，哇，那真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婚礼。结婚50年之后再办一次这样的一个婚礼哈，而在那个婚礼上面呢，我父亲自己分享，他就讲到说，这50年来他的人生里面经历很多高山低谷，有很多的挫折，甚至在那个历史的伤痕里面，他几次被抓被关，很多的难堪，很多的一些伤痕，但是在那个最不好的情况之下的时候，说我的母亲陪着他，牵着他的手走过，送牢饭的是他，担惊害怕的是他，到处为他奔走营救的是他。说当然结婚50年之后，那个时候我妈妈已经70多岁了，当然不像当年嫁给他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那么漂亮，那么年轻，但是我父亲说他珍惜，这是上帝给他一辈子最好的礼物，这个女人是他看过所有的女人当中最棒。就好像圣经里面说，才德的女子很多，但是这个做丈夫的人说，唯独你胜过一切。而这一句荣耀的赞美，是几十年生命的累积。祝福你，有一天，你的丈夫在众人面前可以说，从心里说，很多女人都很棒，但是唯独我的妻子最棒。上帝祝福你。主啊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常常都会做错，但是求你施恩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给我们的位置上，特别为很多的姊妹祷告，成为丈夫，成为儿女极大的祝福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
祝福你在你的一生当中享受一个荣耀的一个极荣耀的赞美。你的丈夫，你的儿女说，很多女人都很棒，但是我太太，但是我妈最棒。是这份爱，祝你走向世家；是这份情，祝你甘心生命；是这份爱，祝你默然无怨；是这份情，祝你爱我到底。祝你爱拯救了我，救我脱离罪恶，带领我进入光明中，享受主丰盛的生命。是这份爱，祝你穿山越岭；是这份情，祝你门外等候；是这份爱，祝你深情呼喊我的佳偶，起来与我同去。冬天雨水已止住，地上百花开放，深愿我佳偶能相随，天涯海角永不分离。是你轻轻耳边呼唤，是你的爱擦干脸庞泪水，是你是你一直破碎心灵，是你的爱我愿奉献一生。祝我心恩典一生相随，唯愿我紧跟主脚步，天涯海角永不分离，天涯海角永不分离。